刚才那个左腿膝盖痛啊，我看到这边一片雾影呢，在海上啊，海上这边有片雾影呢，雾影在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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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雾影的后面什么？一长串的那个影子啊，旋转的影子啊，就过来了啊，你可以叫它影子，也可以叫它飞碟啊，反正是活的，而不是死的啊，在向那个。那个南太平洋那边啊，在进发啊，在进发，在进发啊，在进发，在进发，啊，离地球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啊！现在应该地球上的那天文学家之类的应该睡醒了吧啊？应该睡醒了吧啊？睡醒了应该要看着他们啊，睡醒了应该要看着他们啊啊！那个离地面离地球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啊！越来越近了啊，越来越近了啊，好，啊，越来越近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原来传这个信息啊，传这个信息啊，传这个信息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